喂、哎，今日入到嚟，有啲咩特別感想啊？翻翻套劇啦，入嚟拍下，我同你做。我冇你咁好戲啊！现年85岁嘅资深艺人余慕莲，前年因为不幸患上罕见嘅血液病而入院，佢喺 ICU 同病魔搏斗长达半年，情况一度危殆，唔乐观。不过经过治疗之后，最终大步揽过，平安翻屋企休养。余慕如今嘅生活非常简单，虽然身体状况已经唔允许佢再拍剧，但佢非常感恩今次大难不死，拼搏咗大半世嘅佢，净系希望上天可以等佢再玩多几年。一次 TVB 娱乐新闻台邀请余慕重返 TVB， 已经14年冇翻过娘家嘅佢，喺好友邓大志嘅搀扶之下，再次踏足电视城。大王安德尊见到佢非常兴奋啦，一班老友难得再聚 TVB， 大家都好开心。虽然余慕出院之后身体恢复得唔错，但始终大病一场，加上年纪大，见到佢行路都需要用到助行架协助，大声讲嘢都略显吃力。一代老气骨陪伴无数人成长，希望余慕晚年一切安好。多谢你曾经带俾我哋嘅精彩演出，保重身体啊！